后一个号码。看来像这个小数目，四号。一、四、八、十八、二八、三八，成功了。不让你知道，大嫂。大嫂，你怎么了？发财呢？最好是发财又死老婆。老婆，小混蛋呐！刚才我夹完手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你们是不是联合起来修理我呀？别怕，别怕，我不你不要啊！都流血了，阿星啊！你还愣那干什么？还不快帮大嫂敷药？哦，大嫂，快呀！哦，小心点啊！哦，快点啊！小妹妹，什么事啊？叔叔是好人，我呢想请你帮我做件事情。叔叔会给你5块钱，请你到厕所去帮我捡一张6合彩出来，好不好？不干。拜托了。没得商量，除非100块。哇，这么贪心啊！这样好了，我给你10块钱，好不好？10块钱。叔叔不会骗你的，快去啊。也好。快去你帮我拿这袋金鱼。好，去。不行，我要跟你打勾勾才算数。快去。叔叔，是不是这张啊？对对对对对，来给叔叔。10块呢？我们不是打过勾勾吗？对啊。先把彩券给我。好吧。叔叔今天没带钱，先欠着你的啊！我要10块钱！你放手啊！我要10块钱，你不可以骗我！叔叔，不给就是不给！金鱼先给你。是不是？我不要！哎呀，你放手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我不给！小妹妹，他欺负你啊！他说给我10块钱，叫我进厕所办事。这家伙是色魔啊！办完事之后，他又不肯付我钱。你们听我说，连小女孩你都不放过，这是人之常情吗？误会啊！你们听我说，揍他！打死他！